小师妹，不许扶他。让他自己起来。你们二人皆刚入昆仑，除了日常修炼法术和武功之外，还需了解昆仑门训。凡是我昆仑弟子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需谨遵门训，不得违背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来，跟我念昆仑门训：尊师重道，惩恶扬善。尊师重道，惩恶扬善。替天行道，斩妖除魔。替天行道，斩妖除魔。很好，你呢？替天行道，斩妖除魔。嗯，谢谢清风师兄。斩妖。青烟，这么简单的门训也记不住？师尊，为什么一定要斩那些呢？斩除妖魔，不让他们为祸人间，是我昆仑职责之所在，也是天道之所在。可是善良的妖呢，不能和平相处吗？妖都是恶的，凡是踏足我人界者皆有所图。我听说给先王母送信的玄鸟，他们也是妖，他们也不坏啊。玄鸟是已经驯养过的，自然有所不同。那也得不杀才能降服他们呀。总之，我昆仑派大义便是上承天道，下有黎民，凡是我昆仑弟子，逢妖必除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青烟不明白。不明白便去山门口罚站。青烟怎么又被罚站了？你可千万别去了，我们再靠近他，只会让他被看得更严，以后连偷看都没有办法了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而且，你看看他那样子，像是在被处罚吗？玩着乐呵着呢。师尊，我又察觉到那龙妖的气息了。带人去检查一下我所布下的结界，绝不能有一丝漏洞。师尊，为何那龙妖总是三番两次的靠近我昆仑山呢？极阴元神若是被千妖百鬼所用，可成为逆天之物，可增十万年的灵力。这也是我当初为何带青烟回山的原因，就是不想极阴元神落入别有用心的妖魔之手。那师尊的意思是，那龙妖是为了青烟而来？虽然不知，但是他的气息确实越来越近。好在极阴元神易散，却不易剥离。须先以贵气养，精气壮，灵气护，耗时越久越是精纯。青烟如今年纪尚幼，暂且不必担心，觊觎者也必不会贸然出手。但那龙妖暂且不必担心，若他敢有什么异动，我手中的斩龙剑必不